什么事？是旁边传出来吧？喂，石头？难道是陨石？啊 ！SR12居然从石头跑出来，还是巨魔亮哦！嘿，巴丁们，晚上好，我是战神戴旭宇。那今天做我们的开箱惊喜时候到了。好，黄金可是时间，我们抓紧时间吧，来吧。那这一次我的道具就是呢，就是我这把战神剑啦。来，慢慢拆。哎呀，啊，你看，就讲我的这把宝剑呢，可以开箱了。好了，剩下了用手来试。哇，还有一层下。哎呀，手撕啦，不然我这把战神剑呢，很威力，很恐怖啊、哦！一刀就不能这样办。OK， 开到了。哎，还有另外一边。哒哒，一、二、三三优雅，我妈呀，三盒就是三三优雅啦，真的。看一下里面是怎样的，一呀，嗯，它包装也是一样哦，哦。也是会给这样子 ，Playmate 一定会给。来看一下，哎呀，哇，痛啊 ！OK， 小心翼翼拿出来，医生。哦，特别一下这个卡，这个很像那个有一个戏啊，忘记啊，等一下我上网找。哇，蛮特别的，这些天使珠。天使歌声。哦，这个，哎，哦，古怪，我记得还有配一个卡，哦，神枪，这个我要塞。哎，那个什么 Star 勒，我有玩那个 Chrono Cross， 你们有玩吗？哦，陨石，我超想要的这张卡。啊，就是这张卡，这是场地魔法。嗯。哎，他还给我第二张听。哦，这个特别一点。哦，珠光，这个是首坑的，不过他要有天使珠才可以。
哦，强迫我这个很想要啊，我要弄人家。好来，顺点，shiny 特别，放在这边啦。哦，另圣水特别，哦，就是这一张，我跟你们讲哦，就是刚才那个恶性的捕怪可以召唤，可以用这个效果自付500分再召唤那个捕怪。哎呀，算了。嘿，小心！我破成这样啊！喂，尽量哦，美美。OK。慢慢开。Okay, 来，哦，这也是金色，普通，哇，那你，这是银色 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各位，我只是拿银丝还有那个神枪，其实那副卡组。我还没有去试啦，也不清楚它的效果，我没有去看，因为我怎么知道要复刻呀，我才去买。不过我也考虑一下会不会玩这副卡组啦，因为这副是属于天使组，看一下我怎样去组这副天使组卡组啦。最终我是拿陨石来砸人跑了。好了，影片到尾了。如果你超越终极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，爸爸，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我看。如果你是新观众，请按小铃铛，记得按小铃铛，以及下方 comment 给我，谢谢。放心，这个五个法术不要乱。如果他真心跟我讲，我就要用这张陨石砸他就可以了，不要开玩笑罢了。我只是讲一下罢了啊，兄弟们。好了，咱们下期吧 ，ciao。I can see the light of day, but I